现在一些大学生上课无视老师的存在，不但公然聊天打闹，而且还不听老师劝告。来看宜兰某技术学院的学生，因为不满同学上课中这些夸张的行为，他就用手机把教室内的情况通通拍下来 po 上网，要网友一起来评评理。明明是上课时间，不过同学却是吵吵闹闹，有人坐在桌上，有人却是玩起整人游戏，完全不把老师放在眼里。老师都亲自走下台要同学小声一点，但是这群同学玩得实在太疯，根本没有人理会。同样在教室里还是有人埋头念书，不过对于同学的吵闹也只能敢怒不敢言。同学吵闹也就算了，有人甚至烟瘾犯了，走到走廊抽烟。这是宜兰某技术学院的上课情景，在同一间教室，有学生看不下去，把影片抛上网，还大骂这样的校风真的是烂透了。上一般的课的话，就有点吵，会有点吵，就是睡觉，然后专心听课的比较少吧。就影片上的了解，应该都是上面是下课的情形。只是老师在讲台上头抬也不抬，对于学生上课的放肆行为也只能无奈选择不理。而这样整间教室活像个无政府状态，老师管不动学生讲上课状况，真的学生有学到东西吗？相关单位应该好好监督一下。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